比赛开始，首先获得球权的是广东队。我们也看看会不会像能不能把这个防守的强度稍微提一提。嗯，这是被打了一个12-0。是。三分多钟，四川队没有得分了。胡明轩也是空位，三分再进，这是广东队的第7个助攻，应该是啊。广队这也是他们开季以来的第一个主场啊，回到主场看整个球队状态都不错。是孟铎这是要登场了。嗯嗯，刚刚被吹了犯规的这个年轻人，这是99年出生的杜润旺。杜润旺、啊、一个非常好的外线投手，一个人包打天下，给的漂亮。孟铎这两球给的是都很漂亮。是练的一次技术犯规，那么最后3秒，詹姆斯3分，漂亮！杜仁旺最后补中，四川队第6个3分，嗯，放空。杜仁旺在外线的这个三分还是很有把握的。还是杜仁旺。再进一个，真是有把握，很有信心。是，篮下苏伟这边可是在篮下镇守着的，跟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啊！漂亮，好球！最后终结这一下。嗯，我们也用这种一天一天的比赛呢，来让这些球员形成冠军的习惯。再进一个，真是准啊！杜仁旺这一看啊，没人过来干扰我，这个，哎呀。